这个字念作彻啊。为什么念彻呢？是因为说文呢，它这个注的这个，哎，就注的这个音是彻。其实这个字啊，它跟彻这个读音大概也不见得有什么大的联系，它就是草了啊。我们先这个先不看它的这个一大段解释啊，我们发现说文有个特点，它往往这个越简单的字解释越长，因为讲不清楚了啊。我们看看这个字其实是什么，是草的一种，一棵草叫做彻。你看后面啊，两个并在一起，两个彻并在一起就是草啊。我们知道这个字就是草，后来草字头嘛，就这样来。三个草叫做会，四个草叫做莽啊。这四个字在说文里各有读音，在后代表示的是四个字。其实在古文字时代啊，一个草、两个草、三个草、四个草是都是草，它也不见得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。当然了，有时候要表示草丛的时候，用一个草就不是很合适了，是吧？但大部分时候，一个草、两个草、三个草、四个草是一样的。我们先看它这个说文的解释，不好解释啊。草木出生，为什么它就一个嘛？它只能讲是出生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它这个原来比如说是这个样子的，你知道是出生还生很久啊，是吧？它都是草嘛，就是往上戳嘛。好，小徐本这个像什么出行有之经也啊。按照说文前面的讲法，隐而上行独若信，是吧？像信出行，其实就是像一根草了啊。这个树就不是信，也不是真，也不是滚，也不是退。古文或以为草字，就是说在古文里边，就是他见到的战国文字里面，有些这一个的也可以代表这两个的，这跟我刚才说的情况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一个两个都一样。读若彻，凡彻之属皆从彻，引同说，就是这个引用的这个人的说法啊。因为说文在许慎吃不准的时候呢，他往往会引用一些名家的讲法，往往这些名家的讲法也不怎么可靠啊。但是这种笔画又少又抽象的字，在当时如果只看小篆没办法了，他找一个合理的讲法，他大概也想撇清点责任啊，不是我说的啊，是吧？好，徐铉的啊，有所本，就是他是意思是我不是编的啊。徐铉的注讲上下通是这个滚，像草木萌芽通彻地上也啊，也不用那么复杂，它就是像草。看后面几个啊，草的意思是百卉也，卉的意思是草之总名也，你解释我，我解释你，是吧？没解释。莽是种草也，草很多，是吧？啊，这都可以理解，没什么问题，过。所以彻就是草，草就是彻，大家记得这意思啊，单复无别。